好，春节期间热闹不断，像加拿大满地可华严寺就有舞龙舞狮，还有财神爷来炒热农历年节的氛围。而另外，在渥太华的佛光山，也在雪地里头搭建佛光大道。舞龙舞狮、降狮献瑞，还有财神爷驾到，让佛光山满地可华严寺充满热闹氛围。就连魁北克省及满地可市议员也到场感受满满年味。暌违三年，不同族裔齐聚华严寺过新年，参访人数也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水平。看到这么多侨胞还有信徒到华严寺来参拜，为自己以及为亲朋好友来祈福。这是一幅很祥和的画面，让我们在纷扰的世间感觉到非常的宁静跟安详。农历新年期间，加拿大渥太华佛光山的大众们也过着温馨欢喜的夜晚，信众在新的一年为自己上第一炷香，加拿大国会议员也到佛前上香。文化活动中，大小朋友也一起书写最具有特色的新春墨宝，或是剪纸艺术，共享春节美好回忆。精彩活动不间断，渥太华佛光合唱团也带来乐曲表演，音色动听，也有九位七到十二岁的小队员们组成法鼓队气势演出，在表演后获得满堂彩。扣下平安钟，为自己的新年祈愿，抬头一看，室外也装点成了拍照打卡的景点。在这不仅能礼佛，也能写下祈愿，挂在雪地架设的佛光大道上，预祝今年平安顺利。人间卫视加拿大综合报道。